个许很多的地方吗？你现在这里了、啊？是什么蜜月、啊？跟我想象的根本就不一样。哎呀，那我知道了，你就是跟那些女孩那么说的，然后让他们亲你的。你欠了我的现在要走，你们女的现在怎么能这么随便呢？要不你从我身上压过去，要不你把包还给我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我真的特别饥渴，特别迫不及待的想找一个穿的没那么邋遢、嘴巴没那么贱、对我又没什么企图心的正常男人陪我参加我前男友的婚礼。我只是想要一个完美的蜜月。反正现在很美啊。你不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过去的？赔你个包行吗？不行，不只要我的账。你没有来过见面吗？真可惜，欠你。我想跟你坦白一件事。The angels, they choose us to sprinkle.